来来小龙，然后这个是纯蟹粉。现在要对焦。多少钱？四颗86块。好奢哦，每一颗100。然后这个来的话，我就是觉得吃这个啦。然后它的蟹粉鲜肉小龙的话，皮的话还是我觉得皮啦，我很口感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挺好的。皮的话，它这个来的话，这个比较值得。汤汁也蛮多，对，它有蟹粉的感觉，比较少，但它比较甜，跟肉的甜味，跟肉的甜味，那但是这个的话是螃蟹味很重，纯蟹粉，但皮的话，这个的话还是很耐碰。比较薄，好，好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